少少苍蝇何须虚张声势呢？佢哋已经到咗啦。看人工上黑毛啊，仲容许你干涉神教嘅事，你点对得住列祖列宗啊？勾结附身人，杀咗成千教徒，仲够胆喺我面前睇列祖列宗？哈！等我带领苗人统治汉狗，咁我可以名留青史啦。胡说八道，可以文征就唔使武斗。不过喺了断之前，我想知道，同我过过一晚嘅。系咪你？师兄，你哋，你哋两个大男人，居然可以洞房。嘢今日一定要作一个了断。令狐冲，你点解有干涉神教的事，仲要帮任我行嚟对付我？我系为死咗个师弟嚟揾你报仇嘅。你揾我报仇？我几时有杀过你师弟？系我亲眼见到嘅。华山弟子同你无仇无怨，佢哋死得太无辜啦。今日前面实在太多啦。
正义，处处留三分。你既然对我落咁重手，系咪害人如上康？而家大敌当前，我哋唔好耐误。正，你真系对佢留三分，你点解仲唔杀死佢？我唔理你系边个，我哋之间再冇情义，只有仇恨。仇恨。你是为了报仇，又是为了这两个女人？好，你这么负心，我要你看住这两个女人死在你面前。为快乐而大发，你试试啊。